这里呢是庄园的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。这里是算是意大利的乡下，我能看到非常多的树哦。而且哈、哦，那个树哈、哦，有三分之二几乎都是橄榄。像这个，对吧？对，一丛一丛的哈、哦，对，非常的特别。啊，这些长长的吼，叫丝柏啦吼，也是非常的美丽。他还小的时候吼，像牙签啦吼。啊，青少年的时候吼，就会变笔啦吼。啊，成人就长安内啦，安内啦，就大枝的啦，吼。啊，即马遮吼，嘛做者葡萄，吼，因为啥物咧？这是地中海型气候，吼、哦，啊，甘知？啊，这间吼、哦、就是赖庄园吼，这间啦，这间。四星的哦，有看无？有看吼、哦，啊，这吼、哦、叫薰衣草啦。啊，这台湾嘛有啦。橄榄是台湾。台湾。橄榄哦，咱来看橄榄。灰啦，迄不是橄榄啦、啊。来吼、哦，来看吼、哦，加啦吼、哦，橄榄，橄榄，橄榄，加，加啦，很快吗？快哦，一小小一粒耶，啊这 baby 啊吼、哦，也袂大，吼、哦。拜拜，拜拜。